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极具挑战性。巴西最近对社交网络 X 的禁令正式生效，这使得巴西加入了那些因政治原因封锁社交媒体的国家的行列。这项禁令是由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拉埃斯下达的，原因是埃隆·马斯克拒绝在巴西设置法律代表。这一禁令不仅是对 X 的打击，也是对自由言论的潜在威胁。 巴西的禁令让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类似的情况。许多国家在面对异议人士时，毫不犹豫的对社交媒体采取限制措施。在这些国家中，包括了埃及、土耳其和中国等。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曾因担心社交网络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而封锁或限制这些平台的使用。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禁令的背后不仅是政治斗争，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控制和信息管理。即使在巴西，这项禁令也对约四千万用户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以，这样的行动是否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先例，又会对全球言论自由造成怎样的冲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本文源自雅虎美国，探讨了巴西最新实施的社交网络 X（ 前称 Twitter） 禁令，以及全球其他国家对该平台的类似限制措施。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拉埃斯于周六正式下达了禁令，要求停止社交网络 X 在该国的运营。 此举是因为该平台的所有者埃隆·马斯克拒绝在巴西指定一名法律代表，引发了与德·莫拉埃斯之间长达数月的争端。这场争端涉及多项指控，包括妨碍司法、组织犯罪和煽动暴力，尤其是支持所谓的数字民兵——一个散布诽谤性假新闻并威胁最高法院法官的团体。据市场研究机构 eMarketer 的数据，巴西大约有四千万人，即五分之一的人口，每月至少访问一次社交网络 X，这显示了该平台在巴西的广泛影响力。 事实上，巴西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社交网络 X 实加限制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出于各种原因对社交网络 X 采取了限制措施。这些国家包括埃及、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北京、德黑兰、土库曼斯坦、平壤、缅甸、莫斯科和巴基斯坦等。这些国家的限制措施通常在政治动荡或重大国内事件期间实施，目的是控制信息流通和限制政治意见。 例如，在二零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起义期间，埃及临时限制了对社交网络 X 的访问。土耳其在二零一四年和二零二三年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在二零二一年总统选举期间也暂时封锁了该平台。这些实例表明，在政治不稳定或选举敏感时期，政府往往会采取措施控制社交媒体平台，以防止信息扩散和动员反对力量。 北京在二零零九年六月永久封锁了 Twitter，这一措施是在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二十周年纪念日前两天实施的。此后，中国用户转向了本土的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和微信。在同一年，德黑兰也封锁了 Twitter，原因是六月有争议的总统选举后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然而，自那以后，该平台仍被用于向外界传递有关意义运动的信息，包括自二零二二年底以来反对伊朗压制女性权利的示威活动。 土库曼斯坦在二零一零年代初期封锁了 Twitter，并对许多其他外国在线服务和网站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该国的互联网接入由国营垄断运营商 Turkmen Telecom 控制，政府密切监视公民的上网行为。平壤则在二零一零年开设了自己的 Twitter 账户，试图吸引对该国感兴趣的外国人。然而，自二零一六年四月以来，包括 Twitter 在内的多个网站在朝鲜被封锁，互联网访问只限于少数高层官员。 自2021年2月以来，缅甸也对社交网络 X 实施了封锁，原因是该应用程序用户反对推翻昂山素季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自那以后，缅甸军政府对互联网访问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限制了信息的自由流通。莫斯科在2021年对 Twitter 施加了限制，称该平台允许用户传播非法内容。这一禁令在2022年3月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久正式生效。 尽管如此，许多俄罗斯用户通过 VPN 服务继续访问 X。这些服务允许他们绕过封锁。此外，自今年二月议会选举以来，巴基斯坦也对 X 实行了封锁。政府在军方的支持下表示，这一封锁措施是出于安全原因。前总理伊姆兰·汗因其反对党在该平台上散布广泛的欺诈指控而成为目标。近期，尼古拉斯·马杜罗在七月的总统选举中被宣布为胜利者，尽管存在严重的欺诈嫌疑。 他于八月九日下令暂停 X 的访问十天，当时安全部队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暴力镇压。禁令在十天期限过后仍然有效。这些国家对 X 的封锁显示了他们在面对国内政治挑战时如何利用控制信息流通作为一种策略。在巴西，德莫拉埃斯法官指出，尽管法院已命令暂停某些账户，但这些账户却重新被激活，这促使他最终下达了禁止令。 此外，任何通过 VPN 连接到 X 的用户，每天将面临五万雷亚尔（约八千九百美元）的罚款。这进一步显示了巴西政府对这一禁令的严厉执法态度。综上所述，巴西对社交网络 X 的禁令生效，标志着该国加入了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小型俱乐部。这些国家在面对国内政治挑战时，选择了对该平台实施限制。无论是出于维持国家安全，还是控制信息流通，这些措施都凸显了社交媒体在现代政治环境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大家好，我是楚天舒。巴西的这项禁令实在是太明智了。社交网络 X 在巴西成了滋生假新闻和煽动暴力的温床，这和一个疯狂科幻片有什么区别？ 我们不能让这样的数字民兵在网上横行无忌，这些人群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事实胜于雄辩，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拉埃斯的这步棋可谓是釜底抽薪，直接终结了这些网络乱象。嘿，hey, 大家，我是谢琪琪。楚天舒，你这想法也太保守了吧？封锁社交网络 X，这不就是典型的舍本逐末吗？ 你说人家是科幻片，那那我看着禁令到像古代的焚书坑儒，数字民兵，哈，那你要不要查查美国的数据？二零二零年有两亿多人使用社交网络 X，人家怎么没被数字民兵灭掉？事实证明，封锁社交网络只会刺激更多的反对声音。谢琪琪，你那焚书坑儒的比喻真是够古老的。现实是。 我们面对的是现代的网络犯罪、假新闻和煽动暴力才是真正的敌人。你提到美国，别忘了，美国的社交媒体管理可是逐渐趋严的。比如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国会暴动后，推特也封禁了不少账号。巴西这魔作只是走在了前面，未雨绸缪。楚天叔你说的好像真有道理。 但我们回到现实，这样的封锁措施对巴西的言论自由和民主带来的影响怎么算？你提到美国，那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数据。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美国成年人觉得社交媒体在促进民主对话上有积极作用。巴西应该学习如何更好的管理，而不是直接封锁。 再说了，这种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给自己戴上了数字镣铐。谢奇奇，言论自由固然重要，但没有安全和稳定，这些自由也就无从谈起。巴西的禁令虽然激进，但也是出于无奈。根据 e m a r k e t e 的数据，大约有4000万巴西人使用社交网络 X，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假新闻的受害者。 如果放任这些乱象蔓延，后果不堪设想。正如举国封闭的平壤一样，巴西的这步棋或许暂时会带来不便，但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治本之策。楚天舒，你这种看法真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提到平壤，笑死我了，那可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巴西想向他学习？别开玩笑了。 与其封锁，不如学习如何透明化管理。根据德瑞的报告，透明和开放的政策才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封锁只会让民众失去信任和信心，最终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脆弱。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李奇博士主持《和平评点》。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